我们是不是记错时间了？就是啊，怎么一个人都没看见？啊，时间没错啊。大家先进胶囊再说吧。嗯。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 BEA 里的大部分特工都被派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。重要任务？没错，迎接双子星王族的来访。所以今天基地人手不够，我就不去训练场了。不过，我依然会在监控室全程观看你们的特工录取资格赛。是，大叔，你在不在有什么区别吗？祝你们好运，不要想念我哟。是。刚烈无限。哎呀，新装备呀、啊！这一次我是胸有成竹。手下败将，我看你是竹笋烧肉。激将法对我们不起作用。是吗？上次是谁被打了6-0啊？赢了，我不会再输给你。说得好，我们不会再意外失败了。再有意外了，只有失败。莎莎，这次就让我们痛痛快快的比一场吧。大家精神都不错嘛，虽然我对你们这种低水平的考核并没有什么期待。也不知道谁昨晚兴奋的睡不着觉。喝你的水去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次，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次考核，只有胜利的那一队才能正式成为 BEA 的特工。必胜，速战速决。好，发挥你们真正的实力，开始。我们的新装备肯定把他们镇住了，所以要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。钢烈侠出击。等等，钢烈侠，有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。一切都包在吾钢烈侠身上。是什么任务？你和塔塔一起防守大本营。防守？吾不要，吾要当先锋。防守至关重要，上次你和塔塔的配合超级棒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合适完成这个任务了。这场比赛一定要赢，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合作，发挥优势。好，为了吾们共同的胜利，吾钢烈侠决定在此坐镇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你们放心进攻吧，后方就交给我们了。出发。钢烈侠与你们同在。有什么打算？直接冲过去，他们一定会选择快速进攻来应对我们的新能力，所以我们要以快制快，速战速决。隐蔽。糟了，是菲娜。放心，他们能搞定。钢烈侠，菲娜往你们那里去了。什么？塔塔，你快点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和莎莎就不回防了，后方就拜托了，相信他们，走吧。有长进呢。我倒是觉得这小子失策了，要知道刚才过去的可不仅仅只有菲娜一个呀。
么？你不是不和女生动手的吗？没错。但是你也说过要尊重自己的对手，记住。啊，很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来吧。钢裂连珠砲。一个人在战斗，小塔塔，这次你又输了吧？糟糕，糟糕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尤拉，这下输的可不是我了吧？顺便说一句，吴刚烈侠的装备可不是随便卡壳的哦。刚烈侠，飞弹往你那里去了。什么？塔塔，你快点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接着，粘胶弹。我和莎莎会后悔的话，后方就拜托了。别废话了，忙着呢，挂了。完美。话说尤拉可别不来呀。一定会的，我了解他。真幼稚。菲娜，我不玩了。小胖子的实力有长进呢、哦、哪来的什么实力？演技也是实力吗？小猴子，你撑住我。莎莎，守护钢拳。认输吧。莎莎，小派不会上当了，换你挥刀。嘿嘿，这一次是真的。不愧是沙尼，厉害哟！猴剑，我们打败菲娜和尤拉了，你们呢？嘿嘿，第一分。怎么回事？
长吧。唐尼、卡门，安琪任务，紧急出动。这是谁的声音？怎么回事？故障吧。唐尼、卡门 ，S 级任务，紧急出动。这是谁的声音啊？唐尼、卡门，能听到吗？卡门、唐尼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M007，我们出来了，你在哪儿？干嘛呀？我终于赢你一次了，耶！小糖糖，看样子没有白来地球一趟，你找到了值得信赖的伙伴。是你逼我的。七轮全开，给我拆了它。竟然有人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操控我的机甲！
能在操作机甲上赢过我唐尼。糟糕！大家居然不等我！切，多管闲事的家伙！唐尼，很久没见你被打得这么惨了。我也很久没见你变回傻大个的样子了，白魁卡门。这些金属玩具不是你造的吗？为什么追着你打？其他所有机甲系统都中了病毒。唐尼，快看！是 BEA 总部的核心区域。 M007 这家伙干什么去了？可恶，坚持住，菲娜，爸爸马上就去救你们。走错房间了。喂，多谢你帮我开门。谢啥谢呀？哎，有个急事儿想找你帮个忙啊。什么事啊？菲娜，坚持住，爸爸来了。是联系不上两位老师。菲娜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现在我也不清楚。你们饿不饿呀？屋这里有吃的。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尤拉，你的探测器是不是被 BEA 给锁了？我的也被锁了，如果还能用那就好了。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得赶紧出去。那儿，紧急逃生门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的手环也坏了。让我出来。应该不是手环的问题，一定是摩天轮出问题了。先别管这么多了，你们让开。山门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，大家过来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扫描分析结果，这个点是逃生门最薄弱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